何钓黄尾鱼？一、钓离底，调高木钓钉木，钓离层为主尖固钓底。抓口的方法为：见到标准的下蹲信号就提杆，在钩线细小时打中正口的机会颇多。二、正常钓底，调水平，钓高木或者是正常木，稍微放一放下蹲信号，抓上顶后的下蹲。这种钓法针对的是大型的黄尾鱼，效果颇佳。正确的钓黄尾鱼的时机，黄尾鱼生活的自然水体一般比较大，同时伴生有各种大体型的鱼类，只有在确信窝子里有黄尾鱼时，我们才可以改用小钩细线。